鬼最怕的四大生肖，看看有没有你。第一个呢，生肖狗，狗是守夜的，不怕鬼敲门。如果有狗在半夜凭空怒嚎，那就是因为他们看见鬼在驱赶，而那些鬼呢也很怕狗。第二个生肖牛，牛作为地府官差代表之一啊，魁梧高大，牛头人身，手持钢叉，力能排山，是擒鬼的行家，专门看押游离人世的恶鬼，所以当之无愧的呀是鬼最怕的生肖之一。第三个呢，生肖马，和牛头一样，马也是阴曹地府的鬼差，专门看押游离人世的恶鬼，马面罗刹，手持枪矛，驱鬼入城，相无监狱，对于鬼而言呀，当然是招惹不了啊。而且马在中国也是一种正气的代表，因此马也是鬼最怕的生肖之一。最后一个就是生肖鸡，鸡就是白无常，每天清晨鸡鸣天就亮，这时阳气极为旺盛，打鸣之后一些地府出来的东西啊，就要及时回到地府里面，所以对于晚上出没的鬼魂而言，鸡也是他们害怕的动物，所以属鸡的人呢，鬼怪一般不敢近身，甚至是退避三舍，害怕危及自身。看看这几个生肖啊，有没有你？